小小万接单了。今天客人想要吃雪媚娘，我限你10分钟内做出来，不然就……呀，10分钟以上甜品店买都来不及，叫我做雪媚娘，真是啥也不懂呢。既然要做，不只要快，还要做得出彩，不就是雪媚娘吗？今天就让客人吃到饱。首先来准备。客官，您要的雪媚娘来了，请慢用。哇塞，这么多雪媚娘，今天真的太幸福了。那么我来尝一尝。嗯，一口下去满嘴的奶油，好满足啊。小小万做的美食不止上菜超快，还能热销大卖，我要买10个。快来和我一起参加微众银行不止热还要趁热有奖活动吧。